为阻断失意传播，实施集中管理、集中救治。这以后，方哥回家，你们都别跟着吵了，别跟着闹了，回家吧。大家都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你们好，他们在里面会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治疗。等他们康复之后，你们就可以重聚了。我们才不会再相信官府说的话。官府还说，十一只需用于便会自动消散。 你们官府总是想些法子来愚弄我们百姓，真是一件都没干成。把门打开！把门关上！从今日起。 我贺连轩便在隔离区内照料病患。轩，你武王妃冷离，在外主持事宜，不得踏入隔离区内。我向各位保证，在疫情结束之前，我绝不踏出这扇门半步。众人，尽可在门外潜伏。